太监吗？但你为什么？干嘛啊？看什么？不让拍。这是他的鸡巴，这是蛋蛋，看到了吗？哎呦，小小的，他们居然咬我头发呀！我不要挖我的头发！没办法，他就是喜欢玩头发。喂喂喂！还好，这个东西拯救了我的头发。他在你身上蛮好，怎么到我身上就开始玩我的头发了？他在我身上也玩头发。嗯。这不容易，我把头发扎起来了。来。这群变态，他蛋蛋倒着给你们。真，你们好过分。你摸的话可以摸到两个蛋蛋和一个鸡巴，你们。你们好过分。啊！救命！我的头发！救我的头发！被割了，这小家伙。他没有被割，我摸。为什么没人养呢？我都有点想养他们。人在打呼。啊！那只橘猫坐不住了。那只橘猫为什么？谁先被领，谁是狗。这对猫来说好像有点严酷哦。啊，爽了爽了，朋友，要不要来撸一把？干净了，天哪！高级手感，天哪，高级手感啊！我也觉得他们想三个变态。我也觉得他手感好好。呀，你什么小可爱呀？嗯。天哪，我也想。铁橘就看着。眼巴巴，眼巴巴。就是这么残忍。你给我舔毛。喵喵喵。你想？你想干嘛？呀呀呀！舌头舔绿了。听到铁橘的叫了吗？听到了。别把它放下去了，不要紧，我刚才已经看到猫罐头在那，不给它摸，不给它摸，它不摸给你摸，啊？太尖了，它刚刚尖，我也好想被撸哦。好，铁橘已经麻了，铁橘，愤怒，气不气？我是，而且还带颜色。现在好激动，腿都在塞。小戴，上去吧。你又不，你又不想要。这只橘猫居然完美。摸不到。你那咬得好快呀。他啃得好开心啊，牙齿好尖啊，我是牙的疼不？指甲被剪了。哎，又好像那个猫爪的那个存钱罐，你就觉得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就突然拿伸手了拿钱进去。他好喜欢你头发啊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超坏，来，你要抱住，不用。